試下係啦，喺屋企嘅時候咧，跟住我一齊去讀，大家一齊去讀呢個字。同埋咧，而家咧唔會話俾你聽咧，邊個字係高音，邊個字係中音，邊個字係低音。咁睇下咧個音咧，同埋老師發嘅音咧有乜樣咯？好啦，第一個啦，高啊加。好啦，鹅啊啊，拖啊塔。婆啊爬，摩啊嘛，好啦，睇下呢个咯，罗啊啦，哦啊啊，可啊卡，多啊达，诺啊那，破啊怕，哟啊呀。跟住啦，可啊下，咁咧如果咧大家咧已经咧觉得哇，原来已经分到嘅话咧，咁就恭喜你啦，咁我哋咧就可以咧。泰语拼音班，我哋会由浅入深，一个字一个字咁样教你读，等你咧可以最容易、最简单嘅方法咧学识泰文拼音。有兴趣嘅话咧，就即刻 WhatsApp 我哋或者 inbox 我哋查询啦。